知道大家记不记到，其实 teaser 是没有冷链的。我的冷链？嗯，它只有几个冷冻柜来临时应急，根本没有冷库啊。我想说他周转不开。你给我介绍这个人的时候，不是说过他满足所有的条件，冷链这个词情定认的。姐夫，地萨的事情确实是我失察。那就是说，乔布先生早就知道有这回事了。那你给他一块地来盖新厂，就是为了奖励他撒谎吗？太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太叔怀疑我跟地萨之间有什么利益勾结吗？等一下，太叔说那个是事实，关于那块地。禅林确实给了地萨一块地，地萨每年都会给禅修中心捐赠大额香火，还亲自朝拜过大禅师。大禅师感念他虔诚，朝拜过后赠他土地。我只负责督办，跟别的毫无关系。这个确实很难证明啊。财叔如果要是不相信，也可以拿出证据证明我说的是假的。这么炸的都是他们的架势啊，对吧？那就是贪成了。都说摸带来好运，果然是真的。嗯，小心点啊。紫色丝巾，那死了的都没有。他们是不是内讧了？我们可是来的不是时候。没事，他要摸的，他能绑着他。放心。哥，那是我舅的车，我舅肯定在这儿。找对了，找对了。我看俺这地不太对劲，我跟财叔得个电话，我得个电话。咋了？咋了？死了？谁啊？我死了。